受伤之后啊，当天晚上就发了这微博说啊，就是两个字，没事儿，嗯，让大家放心。对，打到篮下，对，防守做得非常好，嗯，直接刀掉。赵睿利用自己手快的优势啊，看篮下这次打进啊，打快攻。这球没保护的目的，是这时候下是对的。对，赵睿，哇，够快啊！赵睿的杰。啊，那应该是把王新凯和徐杰一块换上，对，同时换上，把周鹏换下，闫继飞掩护之后看赵睿这一下，漂亮，挨骂了，挨骂了，这杜指导绝对不能忍这一下，好球，进攻赶快将功补过啊，又是赵睿，喊篮下，那这。这是一个开门战术吗？运的时候恰好这个好球卡在这个点卡的比较好。赵睿这一下，嚯，漂亮，够坚决啊！对，这就是赵睿，对，可以直接就自己做进攻，没错。赵睿这一下很无私啊，还是给阿联，对，嗯，舒服多了。掩护之后，看看底角，这是杜仁茂，还是哎呀。哎呦，这是有多不想让我们进去？看来是不是手受伤了？好像是手肘的位置啊。外线被炸，杜仁茂打开了。还是关心一下许家涵的情况啊。对。看看，直接断掉，传过来，这次带人走没问题。这球很舒服、啊。对，非常好，霸气抢了、嗯。再传一个。阿联呢第一时间还是在坐着啊，嗯，卡篮下啊，赵睿